哎呀，你走，早啊！嘿呀，你笑什么呀？我早上看见你，我开心啊！哦，啊，对了，你胡子怎么长这么长啊？多少天没刮了？我这几天熬夜看直播就没有刮了。你等着啊，这个呢，形象还是要的啊。那刮一下。哎，你昨天干嘛去了？你我，这个是男人用的东西，怎么在你包里面？你干嘛去了？我能干嘛去啊？这是我自己的东西，我哪里刮？你赶紧用，用完还给我。哎，不对呀，我怎么能不相信你？你快点用，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哼，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